观众、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们讲一部《楞严经》啊，今日已经进入了第88天咯。吼、哦，时间过真紧。记得呢，前个月才开始讲呀哩。哦，你时间呢，一天一天一直过啊，一天一天一直过，咱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过，咱无浪费时间。当时大家呢非常的精进用功，每一天来听这楞严经。咱古来大德讲一句话啊，开悟在楞严嘛。因为楞严经呢，伊是综合了过去所有大乘经典的思想，伊内底有包含念佛的法门，也就是净土宗的思想，佮包含着华严经的思想。有华严的思想，佮有包含着大般若经空品的思想，佮有包含着唯识学的思想，佮有包含着密宗的思想，佮有包含着这个戒律，也就是呢律宗的思想的。吼、哦，你看，是难怪咱中国古来大德呢，高僧大德就安尼讲啊，伊讲楞严经如同一部小藏经之称啊。你是讲咩啊？哩，虽然一生的当中，如果呢，会当专精研究《楞严经》为止啊，我相信这人啊，都要将阿表释迦牟尼佛49年的说法。那问什么理由？因为啊，《楞严经》当下就是啊，集合了49年的精华于一极啊。你注意清楚吼。好，来清楚呢。咱日日呢，就来研究楞严经，听闻楞严经。我相信要开悟本性呢，非常非常的轻松甲快活。那么要证成菩提，才是有希望的时阵呢。好，咱注意听好哦。咱昨讲了这个天人呐、啊，伊福报呐向真，善定呐真呐，同款爱对路就对了。所以讲到别位，天神卖死亡的一天呢。所以讲，佛的弟子不升天，升天非佛的弟子，道理在这所在。那问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天人啊，以同款的死亡的一天来临。所以呢，我引用这经典呢，讲出了这天神、天人卖死亡的刹那。那么天神要死的时阵啊，有什么异调？有什么现象呢？来，咱注意听好。天人将死的时啊，所现出五种的衰相。第一，头上灰尾；第二，衣服呢过热；第三，身体臭秽；第四，腋下汗出。第五，不落本座。你注意看了有清楚吼，虽然讲话要有根据哈，未当咱讲会出来就好啊。所以讲，佛的弟子决定无升天的观念，因为天神、天女、天王、天界众生呢，伊的福报真、善定真，照常爱个对到。第一，为安在天神伊要命中的时阵呢，也种种的衰相现前呢，比如讲这样特别命中啊哦，这个面就渐渐变出呢死人面、死人面啊，尤其着肝病人呢，伊的面拢会展现出呢这黄色，黄过做安尼，黄到互你一惊了。伊的皮肤、伊的肉呢、身躯啊泛黄，有一个异调，有一款的衰相。这样特别死啊呢，讲话就无力无力啦，喘气呼吸就加速。
渐渐呢，就看呢叫断开现象啊，拢有一移雕，有一衰相。那么同款的理由啊，天神将近要命中的时，嘛有五种的衰相哦，五种移雕。第一，头上灰位啊，啥物个头上灰位呢？我来听下好。头上灰位者，天人头上所带灰冠呢，渐渐高位啊。意思就是讲，天神伊头壳遐自然有灰冠啊，花冠插甲一堆一堆，真庄严真水。一旦这个天神伊气数劫数呢，也都是伊寿命特别尽的时阵啊，自然伊头壳遐的灰冠呢，渐渐的高大起、高位起呢，叫做啥呢？天人头上的灰冠渐渐高位，也都是呢头上的这个灰啊，会下起、会来暖起、会凋零起呢。你也看到这个现象，就是证明这个天神呢渐渐达至死亡的阶段。所以有经来讲呢，从妈祖啦、哦天上圣母啦。爱是呢，五福千岁啦，爱天神啦、啊，哦，甚至啊，这个太上弥罗君啦、啊，这天上的天神呢，那是梵天王啦、啊，那是地色天啦、啊，拢总要经过这个头上灰位的条件，因为天神还未究竟，因为天神还未出三界，还未证成无生法印，所以天神虽然会修呢，讲哦。什么神千岁啦，千岁万岁万岁，各个你万岁千岁，照常时间会到临的时阵，也是要经过死亡的阶段。所以在这所在特别加注意啊，讲出讲这天神将近命中的时，会现出五种的衰相。第一叫做头上灰位，哦，哎，最清楚啊，哦，好，佮听好。那么天神要命中的是五种的衰相，第二款叫做啥呢？叫做衣服呢过日啦。啥物个衣服过日呢？来，咱注意听哦。衣服过日者，就是天神呐、啊，无风的天衣呢，出了雾过来。安尼敢听有？来讲天衣无缝啊，无缝的天衣呢？伊这三个天神的三个非常柔嫩哦，啊，愈观天愈观的当中，天神的境界较悬，伊的衣服呢就愈轻，弄成半两、一两、零点几两的。天神的三个非常柔嫩啊，穿得真舒服、真快活、真清凉，哎，会发气充满啊。伊这天皇无衣啊，这个天神的三个呢？渐渐出了误会，对古拉萨，黑拉萨唔知安怎来，自自然然呢，就感召呢，会误国现象出来。譬如一例来讲呢，今天衫非常的洁白，哎，非常的圣洁，那么非常的清净，啊，渐渐就泛黄啦，哦，泛为呢咖啡色啦，哎，像有灯点灯点啦，哎，乌红的天衣渐渐出了呢。误会不清净出来，这就是呢天神渐渐要死亡的现象啊，叫做衣服呢过日啦。哎，你注意清楚吼。好，啊那人间不同款哦，人间的衫裤阿达衫呢，嘿，有漂白粉，有这洗衫衣、洗衫机人去洗啊，洗洗清净，唔是象征死亡，因为天神将来都无去洗衫裤就对啦。既然无洗衫裤，伊自然清净。一旦若是发现你讲天神的衫裤开始误会不清净啊呢，安尼这个天神就应接近呢死亡的阶段，伊衰相给扑起来。安尼注意清楚吼，好，搁听好。过来，天神要死亡的时阵，五种的衰相，第三款叫做是身体啊臭秽，是啥物个天神的？身躯的臭味呢？好来，咱听好。身体臭味者，就是天人伊的身上的功名，
不但消失，而且流出真多臭味出来。安尼注意看有清楚吼，意思讲照讲的天神吼，自然会放光明，因为天神的境界有关机。那么当然，伊为了福报较大、较有修行人，伊身躯发的光明，当然光明万灯啊。啊，那么啊，也较无修行的，当然呢，伊发出的光明就较矮，或者一灯，还是八丘、两丘、一丘。甚至天神呢，伊哪怕是无光明，但是呢，后你看出，足光明上的哦。所以呢，天神伊身躯会发出光明啊。那么伊啊，在临命终的刹那之间，这个天人自然伊光明就消失去啊。不但光明消失，而且呢，伊身躯的流出呢，真臭真臭味出来。迄、那个臭味啊，就像咱人间，你这人啊命终的时候，臭人味就走出来。因咱助念这个命终的人呢，将近才有七八几句啊，因为今年冬呢，一天要做念三个人呢，真走袂顶，根本走袂赴啊。那么，咱就闻到这死人的味啊，虽然距离呢有两公尺，甚至三公尺呢，都发觉到迄味，拢无形中呢，一丁一丁，一波一波呢，溢入咱的鼻腔来，有臭味出来。那么，人要死，死去了后有臭味，天神同款。我的身躯流露出呢，一股呢，互你足无想要鼻，真厌恶，真无清净的臭味出来。所以天神要死时啊，第三呢叫做身体臭秽。你注意清楚吼，这就是所讲的天神五种的衰相内底呢，第三项。过来第四呢，叫做啥？叫做呢，腋下汗出。三个一下汗出呢，来咱注意听哦，就是天人伊的两胁之下流出真济的臭汗啦。你注意看我清楚吼，一下汗出，这一啊就是讲天神伊过耳腔的耳腔，两边的过耳腔。那么两边的过耳腔呢，两胁之下呢，两胁之下呢？会自然流出呢，真多真多，七百二七百二，会种种的臭汗出来。那么天神照讲平常时无去流汗呀，一旦流出臭汗，这就产生了有死亡的预兆的呀。也就是天神要死时五种的衰相的第四种，叫做腋下汗出的呢。你注意有清楚吼，有咱住伫人间嘛，唔知天顶的人的状况。尤其要死的现象，有啥物现象走出来，咱人间无了解。那无透过佛祖经典呢，咱完全呢一窍不通啊，唔知道天神的状况呢。所以咱按照讲，就感恩释迦牟尼佛呢，伫个经典甲咱的透视，甲咱的表别，讲天神的状况，佮听好哦。那么天神将近要死亡的时啊。现出五种的衰相，第五款叫啥？不落本座。啥物会叫做不落本座呢？好，恁注意听好。不落本座者，就是天人有以上种种无好的衰相出现，天人便对自己的宝座呢，生起了不落的感受，天人的惯俗。也会厌离伊而撇走啊！你注意清楚吼、意思啊，天神也无快活啊。那么虽然比咱人较尊荣、较享受美妙快乐，唔过福报真的是啊，同款。要经过生老病死的阶段。所以讲天神啊，伊有一些以上种种无好现象啊。有种种的衰相出现呢，那么天神就对自己啊，伊拥有宝座呢，都未生欢喜心啊。不论是天王、天主、天女呢，伊有伊的宝座，伊自然会产生欢喜心，心肝就闷闷不乐。
伊感受生出来。你也看伊伫遐垂头丧气，闷闷不乐，伫遐笑袂出来呢。这人渐渐天神就死啊。所以天神的眷属，有形无形直接干沾呢，都袂爱甲伊斗阵，因为伊甲伊呢，看伊忧愁不乐啊。啊，天神是在享受快乐的，看到伊同参道友朋友呢，伊伫遐袂快乐，伊也知影天神要死的现象啊。一个一个远离伊，一个一个离开伊啊，伊更加寂寞，更加死亡，愈快啊！叫做啥呢？天人的眷属厌离伊，而撇走伊。你注意清楚吼。好，那清楚呢？我来结论一下哈，听好哦。天神将死的时呀，所现出的五种衰相。第一，头上灰尾；第二，衣服过热；第三，身体臭秽；第四，腋下汗出；第五，不落本座。你注意有明白啊？吼，甲注意讲。好，后边咱个介绍这《楞严经》有两句的专有名词啦，叫做“若有诸量”啊。六出两轮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来，咱注意听好哦，这听清楚呢，你就没有这文字白条的啊，甲甲都偷开啊。好，注意听下，注意听好。若有诸量，六出两轮，量虽然也曾经受过福，而住宝殿。可以变化自在，但是尚不能脱离抓心，具有三种的祸患。第一，日沙沾身；第二，风坏强衣；第三，金石尿胆。因为有这一切的苦恼，所以量会觉醒，会厌恶量轮，希望出离良心之苦，观世菩萨呢，亦实现良心，为诸量降衰、布施、持戒、正德、柔和、仁慈、谦让、修梵行等法，使着两类达成自己的愿望。诸位爱听清楚吼，那日本个念这口碑呢，非常的清晰啊。真清楚，家己作明啊。那么伊个意思就是讲呢，啥个若有诸量，若出量轮呢？伊这就是讲了，这量啊，天龙八部的量就对了。伊虽然有曾经过去生中有受过福报，伊所以受福报就是因啊，因人带伫个天顶的宫殿内底哦。你茫小看量呢。虽然是畜生道，但是伊嘛天顶福报啊，所以呢，伊自然有神通变化自在。可是啊，咱要讲话啊，龙改成蛇，所以身躯改成蛇。可是呢，伊无得脱离这个蛇身呢。你注意听好哦。那么，这个蛇身有三款，伊足严重的灾祸了。佛经就讲啊，第一。日沙沾身啊，什么叫日沙沾身呢？就是一凉吼，自然天气热吼，或憋起家地吼，或有一难啊，一点一点，佮砍掉的。啊，内底有当个蜜糖呢，迄蜜糖佮蹭，佮食伊吧，佮加伊吧。啊，就像迄沙吼，晒个热蓬蓬哦，咱伫个沙无顶悬，或迄热气哦，就沾佮擦佮断，擦佮断呢。擦甲这量啊，哀哀叫真艰苦。量有这个日沙沾身的痛苦的。搁第二，风坏强衣啊，就天顶有一风啊，然后算算叫呢，就咧冬天的风呢，会眼骨同款。然后甲伊个强衣哦，红姜内底衫呢，甲吹破了了去。哎呦，伊要用一件衫来盖着身躯啊，就困难啊，有这个痛苦的。
啊，过来第三叫金翅鸟会甲食啦。咱佛经嘛正讲啊，金翅鸟就是一款印度团水，迄只鸟相当大只，伊是咧啦展开去吼，哦，几啊公里啊。那么也食喺天龙就对，有一款的危机，所以即系所有天龙的作家拄到即个金翅鸟，看到要食，看到要食啊。所以这龙有三款的在乎的啦，安尼听有哦，好个听有，因为只有这三款种种的在乎会苦恼的呢，所以往往啊，这个天龙较会来觉醒，那即马讲就较容易觉悟啦，作者危机，作者苦恼事的啊，像咱常讲的，如将处在这个社会内底，伊是全方位立体性的痛苦，甲烦恼事较济啊。那么天龙也同款，有种种的这个日杀占星啦，哦，那是风坏强衣啦，甚至呢金翅鸟会甲食啊，有种种的危机会苦恼的，所以天龙容易干我的，所以就地数这天龙就一直有心呢，要脱离做龙，伊不要做龙啊，就丢了。那么在这经营之下，有心脱离。这个良心的痛苦时啊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菩萨呢，伊就实现这个良心，较庄严、较高贵的良心呢，来为所有这群众呢，来为伊讲经说法，叫伊讲，你要脱离良心苦啊，你福报阿未圆满，你爱安怎呢？爱读布施，爱好啊持戒。做量唔好个性遐尼大遐尼歹，爱忠正爱正直滴，你的心爱柔和，做量爱仁慈，咱人爱谦虚忍让，同时爱修这清净梵行之法。那么输掉这所有群量呢，高高达成一愿望来脱离这良心就对啦。这段经文就是讲的呢，你最清楚吼。好，那请这个听好哦。那么下面咱继续个讲，观世菩萨是现伫个天龙八部呢，伊要个躲啥呢？躲这夜叉鬼、甲天达婆音乐神呐、啊。那么经营如何呢？来，咱注意拍开你的楞严经哈，经文跟你讲咯。若有有车啊！六道本轮，我以彼前现有差身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若天达婆六脱机轮，我以彼前现天达婆身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这段的经文无解困难呐、啊，总是呢。观世菩萨啊，示现在这天龙八部里面呢，示现这个天达婆身，以及呢这个有车鬼。那么示现要创啊呢，要度啊这两类人。那么咱念做别位哦，大家注意听。如果呢有一种有车鬼，欲求度脱出离自己本来鬼类的果报。我就会在伊的面前化现成有车鬼的身形，为伊讲说佛法，使令伊的愿望能成就。如果有一种天达婆的音乐神，欲求脱离身类的果报，我就会在伊的面前示现天达婆音乐神之身，为伊讲说佛法。使令伊的愿望能成就，这类的众生呢，就是有车鬼呢，甲天达波神。那么伊想讲咩呢？脱离这身道，爱脱离这鬼道为者呢？那么观世菩萨大慈大悲呢，会示现这个有车鬼的身形，来度这个有车鬼脱离鬼道了。那么这个天达婆音乐神，伊也想要脱离这个
音乐神的歌谱呢。那么观世菩萨伊就是现这天达婆的音乐神的身形呢，来为讲经说法，然后脱离这个痛苦，这个、心都就丢了。你注意清楚哦。好，咱呢现在把这个专有名词解说一下，是啥物叫做油车鬼呢？好，注意听好。油车身，这个油车啊，亦为节节鬼、勇健鬼、博恶鬼、夜车鬼。鬼的行动快速，飞行空中，是吃人的鬼神，分为地形、空形、飞行三种。这种的鬼神，因为会妨害所有一切善行的因果，是属于恶类之鬼。世尊成道了后，受佛陀的感化，已经发誓改邪归正，一心专一呢，愿意拥护三宝。安尼注意有了解油车鬼的意思啊？吼，意思这里油车鬼这种油车呢，加翻译咱这台湾话啊，叫做呢节节鬼，好的速度足紧的就对啦，真歹鬼。有只称哦叫做勇健鬼，这鬼真歹啊！你剁断头又搁接起来，剁断脚搁接起来，真歹真勇健啊！又称哦叫做博恶鬼，吼，迄足非常残忍就对了，搁非常歹。哦，北京语叫做狰狞的这个面孔啊！啊，歹起来了后呢，你看你家地呢也恐怖淋淋啊！哦，这博恶鬼也真歹滴啊！所以拢是油车鬼的一款的形态啦。哦，油车鬼啊，伊本身就是一派凶残，哦，真勇健，非常狼毒来出名啦。油车鬼，总共一句，鬼的行动非常快速，同时呢，佮飞行变化呢也真厉害。所以大体上讲起来呢，伊是种食人的鬼啦。哦。较像食人的鬼神迄类嘢，有分做呢，地形、空形、甲飞形三种的性质。那么这种的鬼神呢，因为伊会妨害着一切善行的原因呐、啊，哦，所以属于这个较属于歹鬼迄类啦，恶性的鬼类，这唔是神鬼啊。那么释迦牟尼成道了后呢，因为伊受释迦牟尼的感化呢。伊就改邪归正，专心一意呢，来护持如来正法，拥护三宝就对了。安尼注意明辨吼，这有关这个夜叉鬼的介绍。好，咱去听好哈，有两句的专有名词，注意听哦。若有有车啊，若多本轮，夜叉虽然非常的残命的鬼神。因为释佛陀慈悲感化分析，已经明白自己所做是非善恶，了解暴力、善恶是堕落之因，所以期望脱离夜叉鬼，欢喜如来的正法，愿意护持三宝，观世菩萨就在伊面前示现夜叉身。为此鬼神讲说世界修复如何善顺以及断杀之法，使令伊脱离夜叉鬼的愿望。你注意看有清楚吼、哦。所以讲较歹鬼啊，较歹鬼神呢。那么总是有善根的时阵呐、啊。那么受释迦牟尼佛的感化了后。当然，伊就来护持如来正法啦。那么，观世菩萨呢，看这鬼道众生因缘的生息，就为讲经说法，教如何持戒修福报，如何呢？大家心地如何善顺呐？以及呢，化消伊内心的凶恶残忍的一面呐、啊。使这鬼神呐、啊，渐渐呢。
脱离这夜痴心的呢？你就明白吼。好，去看有无？经文已经讲咯，虔达无心，虔达无，亦为受香、顺香、习香，是以香为习，以受香而得中庸性命，故因香音。常居须弥山之南，金光窟中，能飞行虚空。是四方地色，将是造恶之神所造微妙天乐，数时如春。听落去啊，如住于供奉祭月的境界。这是属于这音乐神呐。乾达婆总讲一句，伊呢是以这个顺香、习香、受香呢。以这个香味作为伊的食物，伊逐天个鼻个香味会维持中庸伊的性命，维持伊性命，所以翻译叫做香音呐。那么这个乾达婆本身呐，伊对这音乐相当有细胞啊，有音乐细胞的，所以呢，那这些天有发挥，伊拢弹一挂呢，足轻松、真快乐、真优美的旋律呢。来共用这第七天，你也听到伊个造这天降呢？哦，数时如春呐、啊，春夏秋冬呢，拢总是春天感官，从听你个地呢，即马讲个心凉鼻透归呢。所以呢，咱称呼这个音乐神叫做乾达婆啊。那么观世菩萨当然度化这个乾达婆呢，会了生脱俗啊。因为大家生活在造化的当中，放逸的当中，会散乱于心吗？伊也知讲这个生活，过呢的家己啊，也无什么意义的啦。佮最后，观世菩萨就示现乾达婆身呢，来度化这乾达婆之类的，可以出离三界，了生脱俗的啊。好，注意听好哦。若乾达婆，若脱机轮。乾达婆每日啊，但浸在音乐舞会中，心都放逸，无机会求精进，因此想要脱离自己的身位啊。观世菩萨呢，就是现乾达婆之身啊，为刚说断除放逸玩乐之烦，使令伊的愿望能成就。注意要清楚吼。乾达婆因为逐天啊，爱奏乐弹音乐，来供养种种天顶的法会啊。来让这个地色天呢，来求得伊的心的欢喜啊。所以逐天沉浸在音乐的舞会内底，咱来了解，心若沉浸在舞会音乐当中，陶醉在内底呢，往往心界麻痹，心界放逸，心界散乱。充满了幻境，因此呢，心随着这音乐的当中呢，喜怒哀乐，定定咧情绪化就对了。照这音乐较轻松诶，心就乐畅；照这较悲诶、较伤心的乐呢，伊心就足沉重诶。那么心受这音乐的当中呢，起起伏伏啊，定定咧情绪化，叫做乾达婆是音乐神啊，伊嘛有心的一边，脆弱一面啊，叫做心多放逸，根本就无机会啊来求精进，所以就一直要脱离这乾达婆音乐神呢的身位。那么观世菩萨知影了后呢，伊就示现这乾达婆的身躯啊，为这乾达婆人讲经说法，教伊如何来远离这个放逸，而这个玩乐之法呢、啊，来达成。乾达婆伊愿望就对，这段好，下面大家拍开楞严经下，咱继续个恭敬落去。若阿修罗六脱机轮，我以彼前现阿修罗身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若金那罗六脱机轮。我以彼前
现今仔如新，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那么这段咱注意听清楚哈，无介困难。这是观世音菩萨开悟证过了呢，哎，连千百亿的化身呢。那么一般讲讲三十二应身，其实何止三十二应身呢？连无量百千亿化身呢、啊？那么因为伊是正法明如来，佮多加诸旁示现观音菩萨的，所以袂当个观音菩萨当作一般幻化的菩萨而已。伊是过去应身佛的，伊是佮示现菩萨的身份尔呢。所以在这个经文，伊就讲啊，讲出观世音菩萨呢。以示现这个阿修罗，示现金那罗身呢，来度这两类的众生呢。好，咱念做表一下，注意听哦。如果呢有阿修罗，若求脱离阿修罗的果报，我会在伊的面前示现阿修罗身，为伊讲说佛法。使令伊达成愿望。如果有金那罗一瓜神，若求脱离金那罗瓜神一果报，我观音会示现伫个面前，示现金那罗身，为讲说佛法，使令伊个愿望能成就。你注意清楚吼，这叫做有求必应啊。阿修罗是咩？厌弃做阿修罗，金那罗是咩？厌弃做金那罗。那么，伊是咩？脱离在天龙八部，是咩？出三界，是咩？修证菩提。观音菩萨为讲经说法，达成伊愿望，来出离三界啊。这段经文就讲呢，你就清楚吼。好，那清楚了后。那介绍这专有名词，也都是呢天龙八部内底这个阿修罗啦。那么阿修罗是要怎解释呢？好，咱注意听哦。阿修罗者，六道之一，亦为飞天，因为有天之福，无天之德，属天而飞天。又亦为无端，其形体容貌非常的丑陋，男丑女貌。又亦为无酒，因为宿舍好酒而不如意，因此持不饮酒戒，其国造酒不成，个性刚强，爱好正道，常以得色相见。宿舍虽然修五戒之道，但是傲慢心、好胜心、猜疑心、道正道心非常的强烈，因此命中了后感召阿修罗之部。诸位听了有清楚吼？咱听讲这天龙八部，天龙八部，尤其呢，这电视讲做天龙八部啦。做甲外国之错，提佛教的名词起用做的内容呢，完全跟这佛法拢总无关系的。所以呢，可能感觉真遗憾，就是讲哦，因为误导众生啊，会甲人思想观念传掉去。那么就要了解，天龙八部是佛门的专有名词，是佛门的道理。但是经过呢，那么遐个导演因为本身的自己啊。并无深入佛法啊，所以提起用了后，煞做武侠小说，哇，这打打杀杀啦，完全的失去了佛法的本意，这让人感觉真遗憾的呢。所以我拄仔唔怎讲，会甲人思想传唔到去。好、哦，较专有名词叫做误导众生啦。那么注意听好，天龙八部其中的一部呢，叫做阿修罗啦。那么阿修罗内底呢是六道之一啦，那么伊个翻译咱这台湾话叫做飞天，哟，什么叫飞天呢？叫做有天之福，无天之德啦。哦，你在说啊，自我概念呢？我若修行，你蛮讲无哦。
那么，但是啊，伊个性想过想好胜，怀疑心想过重，想要功高我慢，伊这争斗心真强，所以有这个恶因地的当然感召升去天顶，啊，但是无天顶的德行呢，安尼叫做有天之福，无天之德，安尼叫做啥呢？叫做毁天呐、啊。又果是升天神，又果无升天神。吼、哦，生活伫遐微妙一个性内底，叫做飞天呢、啊。哎、欸，你注意清楚吼。那么阿修罗个一贯的翻译叫做无端，无端种无端正。那么阿修罗呢，伊这身体啊非常的强壮哦，伊容貌相貌非常的挑逗啦，挑逗较斯文，那讲较白话种哦，伊这查甫囡仔相貌哦，相当的粗鲁。那连只烟斗都无，连只庄严都无，连只好看都无。查甫囡仔相貌非常的挑逗，可是女将的面貌真庄严哦，真水哦，叫做男挑女貌啊。哦，所以阿修罗翻译叫做无端，哎，你注意有个清楚啊吼、哦。好，阿修罗个翻译呢，第三款的讲法叫做无咒。哦，啥个无咒呢？就是、因为呢，阿修罗伊过去成长啊，本身哇，伊足爱啉酒的，好、哦、酒用酒桶、酒杯就对了。拢我的刀呢，烫大海，好、哦、啉酒真厉害，足爱啉酒。哎，有一次呢，啉酒汹涌就不如意啦。哦，酒啉袂好势，哎、啊，用酒无酒通好啉啊？阿修罗脾气足大咧。既然无酒啊，啊好啊，我从此了我唔爱饮酒啊，把酒改种改冻起来就对了，从此不饮酒。吼、哦，吃这条呢，无饮酒改呢，所以阿修罗呢，那么伊加减有修行，咱都有讲过了，所以命中要感召呢，伫天顶的时啊，那么伊拿来做酒，先做就做未成功。伊就饲这酒鸡啊，但是有一对人甲他讲一个问题，哦，伊个性非常的倔强，吼、哦，伊做个战争战斗就丢了。时常招这地色天，也就是招这玉皇上帝呢，互相战争，战家不离开窍啊。那么，因为伊原因就是讲，伊过去生中有修持这个五戒，哦。但是都是伊傲慢心较重啦、啊，好胜心较重，猜疑心较重，哦，伊个斗争非常激烈，所以命中呢才感召伫这个阿修罗高部地个啦。哎、欸，你注意清楚吼，这都是个阿修罗呢，伊个性质哦，伊前因后果呢，哦，如本在这所在做一简单的介绍啦，总共一句。阿修罗翻译咱台湾话有三个角度。第一，阿修罗称呼叫做飞天，又称呼叫做无端，又称呼叫做无咒啦。哎，你注意清楚哦，这是按照阿修罗在生伊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呢，甲咱注意做一小小一报告呢。那么阿修罗呢？以佛法来看呢，伊本身啊，唔是讲阿修罗有阿修罗尔呢。伫六道当中，除了地狱以外，拢有通看现出呢，有这阿修罗存在。天界有阿修罗，啊，这做人道人有阿修罗无啊？有阿修罗，所以个性个啊，看傲慢心咩？看阿修罗有啥两样呢？伊个。好胜心咩？哦，爱出风头，爱占赢占冠的呢。阿修罗性质就是呢，看阿修罗无什么两样。伊的猜疑心真重，疑神疑鬼，怀疑东怀疑西。哦，那么对人无信赖，哦，无信赖就莫甲应得啊嘛。啊，信赖就莫甲怀疑嘛。那么阿修罗呢，伊猜疑心相当的重，所以呢，也感召阿修罗啊。那么这款的个性呢，咱人道当中满满是啊。所以咱的心呐，做猜疑人，
咦，这跟阿修罗无啥物两样。啊，阁有阿修罗这个女性朋友呢，伊靠食醋啦，哦，伊个红山啊，可能讲一个话了后，这个阿修罗女呢，伊就袂得啦，袂得就跳恁洞外啊，伫遐勾心斗角啊，哎，然后就呢，写行书问罪啦，甲因红山问甲安尼真艰苦滴。那么人间嘛有这款角色的女性啊，这跟阿修罗有啥物两样呢？阿修罗最爱呢剑道，最爱剑道。咱人道人，然后就讲伊最爱剑道，动不动就去武器呢，干戈为者呢。这跟阿修罗有啥物两样呢？所以讲人道有阿修罗的。那么除了人道以外，这畜生道有阿修罗无啊？有。那么这畜生道变成这鸡啊，哦，小拍鸡哦。足爱争斗，好足个病就对了。因为鸡受毒哦，人家开始搏叫无吼。你饲这小拍鸡，我饲小拍鸡，两只鸡怎受毒呢？拍架会浸浸流呢，甚至拍架这鸡啊呢，伊目睭都失明啊，毒甲死去啊。这跟阿修罗争斗心有啥物两样呢？所以畜生道冇阿修罗啊，啊，佮一款小拍狗。火狗咖喱咖地吼，火淋淋啊！北京语叫做血肉模糊啊！嘎嘎，两只狗咧脆果果，还佫嘎，嘎嘎死为止。所以这畜生道嘛有这阿修罗滴啊！啊，佮老虎啦、爸啦、狮啦，拢种真歹凶恶的畜生呢，跟阿修罗有甚物两样呢？所以有经讲啊，不管是人道也好，畜生道也好。那么个性啦，傲慢心介重的；那么伊那介好胜心的，猜疑心介重的，作为争斗心的，非常激烈的人呢，后卖自然感召呢，会出现阿修罗去哦。哎，那就精神吼。所以较早有一个女众地主啦，伊甲我讲讲，师傅啊，哦，阮翁婿吼，足成阿罗汉哦。讲是安那作成阿罗汉啊！我对个性有够歹啊，动不动就甲我拍，甲我骂，甲我争啊！好，佮作五万呢，佮疑心真重啊！讲哦，你敢是讲唔对伊？恁翁是阿罗汉，阿罗汉是开悟证果圣者，太爱受拍，太爱搞冤家，很好胜，很爱斗争呢！你敢是讲唔对伊？恁翁？敢咪讲是阿修罗，你该发威阿罗汉去呢？哟，对啊！我歹势，我讲唔对啦。我翁婿做成阿修罗呢？好、哦、注意啊！我以前听这电话，讲真好笑啦。讲我翁做成阿罗汉哦，伊讲唔对啊，因为我翁是阿修罗才对呢。嘿，注意清楚吼！哇，时间到咯，想要讲的当中，时间阁无允准。会见下，咱明仔在《楞严经》第89天呢，同时间再会。